在上一期翻新甲壳虫的时候，因为翼子板长得太像，导致买了两个左边的，在装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因为已经喷漆了，退不了货，所以本着废物再利用的原则，我们准备拿这两个翼子板给甲壳虫做一个硬核周边。我操，这个件不是换了吗？怎么妈怎么一出溜啊这？哎，对，他俩一人拿一个。哎，旭哥，你这个怎么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哎，怎么是一样的呢？哎，那右边的呢？你是不是把后边的给放到前面去了？我操，他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吧。咱右边不是换了吗？不是买了吗？啊，那问题就是他买了个左边的呀。这叶子板咋办呢？这个叶子板 你退一下行吗？这个椰子板现在是给人做漆了，回去之后人也被收。你看过国外有一个拿俩椰子板做个摩托车的一个视频吗？哎，咱还有六边那个旧的，有是吗？啊、嗯，我找一个去、嗯。这个啊，哎，对，这个不就是这烂了吗？不是？哎，然后左右一拼，哎，就有点这感觉了哈，这就起来了，看了吗？还记得咱之前有个那个啥吗？哦，咱最早不是有老废物那个小三轮班吗？不是，老头乐。哎，把那车装这上面，能移吗？试试呗，操，能不能呢？走走走。走装机械。倒档跟前进档，不能再倒档。关了又。刷洗完了。我现在还在发泄期内。啊，注意你的言行。有没有？40。啊。这是80。有没有？砸车一身。不要从一只手扫开。我感觉扫完了之后，玩啊，继续啊。砸车一时扫。一直打车，一直，一直扫地，一直。但这个档你怎么做？档得连出来，那多帅啊！我的，连到这儿，对，就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操，那你换挡多了，对前线吧。直接把底盘端掉就好，直接先把顶给端掉。那个这样，我有一个馊招，嗯，我们可以完全把车先推倒，然后站着能吧？你别把我车碰坏了啊！我告诉你，哎呀，油洒了！立起来！我操，这油箱是怎么个漏法啊？没扣没盖儿是吧？好极了，好像是没盖儿。你收多少回扣？人说，我他妈1000块钱，我还收个回扣，我操！老头家里买菜，我偷来的。不是我开过来，我都没注意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这儿，看这仪表啊，0、20、40、60、80，好人一生平。一把掌，OK， 上架吧。这还都不知道怎么开的，几刀干下来？几刀？两刀啊？确定啊？确定，就两刀啊？对，两刀。两刀一下完。我靠，就这个，不是两刀不就下了吗？蚊子、啊。对呀、啊。我以为怎么说？
a little bit, but not as long as Littlefoot. Oversensitive and then we blame it 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at shit got me pessimistic. Why we try to please them all and that's... 现在就把所有的底儿都给切下来，切完之后呢，再开始做减法。你那小车哥有仪表吗？哎，有仪表也挺好看的。留着，好人一路。但是灯喇叭啥的就了。它是一个大梁车身，所以再切掉这几个固定悬架，就都下来了，和路虎一样。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这他妈不就是摩根吗？这可比摩根的车架好多了。还 water 还水冷，但是这个充电轴在这儿就很麻烦。切了，快看，行吗？行，你跑跑会不会脱了？我操，飞都看的，宝马半车都给你看的结实的不得了，你这摩托车能有多大动力？是不是？我没想到这么细，主要是。你能跑两百吗？有我的。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吧。尽量越缩越好。不是，你就谁知你一个人坐，你后面就带个人啊？带啥人？就一个人坐。带大娘。要上架了吗？先把这儿给顶着，顶着这俩。先吃饭吧，干我。但是这俩动力怎么个方法呢？后尾灯和前大灯，前面大灯没有区别，一模一样。我靠，绝了啊！你看这个缝隙，这是前叶子板，这是后尾灯，所以假如说也可以把后尾灯放到前面了。对，你就应该后灯也买俩大的装上啊，专治远光狗啊，一踩刹车的时候远光灯亮了。没有，这档这肯定碍事儿。还得往中间或者往前，这个是有俩杆是吗？这倒档啊，我以为四驱的。那我们远点儿，咵，修点二吧。就美国那刮弄这么长的，武士刀，太，这样比你再往上行，你这。太猥琐了，太日本人了。那我问一下弹幕、啊，你得大美、哎、大美弹幕的小伙伴，你是希望这个档在这儿滑了，还是在这儿？你问有啥用啊？他们说完，咱都做完了，对吧？这样，咱。你从后头滑，你这挂档，你这从后面，你得搁这儿滑。哎，对了，得挂档。真的，大飞，你要是牛逼，哎，拿咱不有那个带洞洞那个板子吗？你这样，你拿那个洞洞那个板子，然后咱敲一个鞋的造型出来，洞洞鞋绝对是标配。人家甲壳虫上面都是对吧，都带斑点的，那也叫仿生学设计。就这样了啊，谁穿这个，谁骑这个，谁穿上洞洞鞋，对呀。你刚才把你这鞋焊上不完了吗？我们谁穿直接趟着你这个不完了吗？有这么骚的袜子吗？看了吗？孙哥把所有的这些闸线啊、油门线啊，全都做了新的回来了。这个孙哥下大功夫了啊。那个是油管，上水油管也是定做了一个，要不太长了。嚯！你这太短了，管也得短。这是什么呀？这是水管。这水管。行，你这关系太硬了。白洋淀装修。嗯，这是小场面。这比粉茶简单多，不是啊？你拿这和粉茶比你这是单曲啊，你这好像有加速器呢。
啊，这车出了我们几个，别人骑不了了。这个喷火不会喷到腿，喷不着，喷不着，喷。行，没问题。人，我们的人体工学满分。我们坐了这么一个三轮车啊，然后呢，这就是放脚踏的位置，然后底盘，然后现在我俩整个的把底盘的锈啊啥都处理处理，因为对于一个处女座的男生来讲啊，就是受不了这个车这么脏。我们这样穿过去。我操！这从这个点出来吗？没有，我喜欢博哥那鞋带。博哥，你这多少年不穿不穿这个？多少年没系过鞋带了？我告诉你，这样不好看，你这样好看。这还得切。你这样好看，你还得切。老父亲，老父亲来了，啥老父亲？出来之后，然后从这儿出来，这样走。然后再这样出来，再这样走，再这样。哦，对对对，在这儿啊，横着一跳，对，变。你看，一看就是人家家里有闺女。我们这个告诉你挂几档的位置啊！我操，起步我好他妈灵敏！什么叫序列式？哎，靠你！哎啥？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我们车也需要一个大的冬菇头啊！还有我们这个大学生以后他可以专业修三蹦子，真的，他会优化三蹦子里所有的线数，是不是？缺逼了，真的。半身不遂，脑出血都找我去说。这完犊子了吗？哎呦，你有独孤头，我好像没有。你这就像那机器猫里边那门口那个挂的那个，真的人类迷惑行为。哎呦，老头见过都说好。脑出血立马就死了。你这不是个玩意儿啊！你这跟原车那火炮轰炸差不多。你能告诉我一下，就是他俩的设计理念和思路是什么吗？就是搭配着这个冬菇嘛，对不对？嗯，就是同类嘛，相吸。就这种小车子能配上我这绝妙设计，都已经荣幸啊。这个刹车修不好，不是老头乐，就是老头乐。其实我告诉你，整个改完这台车，对我们来讲，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是油管，是这几个接头。我告诉你，这几个接头外加这三通。然后上面这俩接头500块钱，这比这车都贵，一定要让老头乐起来。我跟你讲一下驾驶体验。刚才
路过的两个小孩说：“哇操，好帅呀，那个男人。”就既然一看这，他认出来你是个男人了。下面有请老板。等一等，等一等，我还年轻。你要不了二胎了，快！不许笑，不许笑。采访一下你，你这个坐这个车的一个感受是啥呢？为了快乐。你快乐了吗？快乐，看着很快乐。当你骑到这台车的时候，你就觉得以前坐的那些车都什么玩意儿？有驾驶感受吗？什么叫驾驶感受？什么叫激烈的驾驶感受？就是你骑上车的一瞬间，坏了，我这车没有刹车。哎呀！我操！哎。什么叫秘密？什么叫秘密？这啥时候弄的？我操！你拨楞这儿是吗？对，我专业的。哎呦我操！哎呦，还有倒车灯。什么叫快乐？就是下来这个车腿都麻了。然后这个车咱关键没设置那个锁，你知道吗？这个完事之后，哎，走，拿走。哎，慢活。这就是那个啥工业垃圾制造者。From the fair